咦？呢度邊度嚟噶？呢度咪香港國際機場咯。嚇、啊！咁我哋點解會喺香港國際機場嘅？因為我哋今日要去沖繩啊！知唔知我哋點解要去沖繩？我知道我知道，因為我哋贏咗呢個創新能源比賽，仲拎埋全港第一啊嘛！你咪唔知道啊話？我梗係知啦。咁你哋又知唔知道沖繩有咩玩啊？我知道，沖繩有琉球文化村同埋沖繩水族館睇。沖繩水族館仲有鯨鯊可以睇添，全亞洲唔係好多地方有得睇㗎咋。仲有啊，我哋都會去參觀一個可再生能源嘅公司，同埋去一個沖繩嘅科技大學去參觀㗎。哦，行程咁吸引，真係好期待啊！咁我哋就要出發啦。學校喺2017年智能都會創新能源比賽中，以作品《送球送美能源球》獲得比賽嘅全港冠軍。呢次是我哋学校连续第三年成为呢个比赛嘅冠军得主。喺今年八月尾，我哋有机会去冲绳参观同埋学习。除咗了解当地嘅文化同历史之余，仲参观咗当地嘅电力公司同科技大学，学习有关能源同埋创新科技嘅最新知识。我要去参观冲绳科技大学，我要去首里城公园，我要去睇电力公司，我仲要食菠萝，我仲要食紫薯，我要饮苦瓜特饮，我要食雪盐雪糕，我哋出发啦！终于来到冲绳的电力公司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电的运输和一些发电的设施。好了，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冲绳电力公司的电网有良好的规划，除了为冲绳提供电力之外，还会为一些地区和岛屿，例如斐济去提供电力。他们使用太阳能这种再生能源来发电，具经济效益的同时又不会破坏环境。We are hoping to make the world around the world. 我们参观了冲绳电力公司的训练中心，中心里面有一个展示了内部结构的巨型变压器，是特别为训练而制造的。仲有啊，原来短短一段电缆就已经好重，因为它有一层好厚的保护，以确保传送电力时候的安全。在参观地下电缆隧道的时候，我们感受到铺设电缆以及维修电缆的前线工作其实是十分辛苦的。参观完冲绳电力公司之后，令到我们更加明白，由发电到铺设电缆，最后接驳到千家万户，背后有很多人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地珍惜电力资源啊。这是国库，我们的俺たちの学校の代表として、君たちでこんなこと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来到冲绳科技大学，这间是一所建于2011年的研究型大学，只提供5年全日制博士学位课程，而我们也都分别参观了太阳能发电、生物基因和雷射光学研究室。在太阳能发电研究室，来自西班牙的博士生向我们介绍了最新的太阳能板设计。透光的太阳能板运用最新的物料取代硅晶，可以运用在玻璃幕墙上，亦都不会对环境造成伤害。And these, also this material that you can see, this color is the brassium, this is the active material. 那基本上就是在做。来自台湾的研究人员在生物基因研究室向我哋讲解基因改造和免疫遗传学，透过基因实验。可以找出各种疾病的成因以及治愈方法。
佢會簽名為大學位啦。我哋一路咁降落去咧。亦都有嚟自香港嘅博士生喺雷射光学研究室工作，佢向我哋讲解如何利用激光去探测物料中嘅电子移动。旅程的其中一站是海洋博公园，在这里我们参观了冲绳最美丽的海洋水族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海洋生物。哇，好大只海牛啊！这里呢就是冲绳的水族馆，这里有很多海洋的生物可以看啦。咁我哋一陣間仲會去睇鯨鯊添。咁而呢度咧就係、是、我哋可以近距離摸一下啲海參同埋海星嘅。嚟睇下。大家平時食嗰啲魚扒咧，中間咧係咪空咗出嚟嘅咧？知唔知入邊係咩嚟㗎？其實咧就係魚嘅一啲內臟嚟㗎啦。咁咧每一個部分咧，佢嘅內臟都係唔同嘅。這條呢就是傳說中的鯨鯊啦，你看看好像架貨van咁大啊，是不是很大呢？那呢問一下同學啦，到底這條是鯨魚啦還是鯊魚呢？完之后，我真系深深体会到保护海洋嘅重要性。如果人类继续污染海洋，就会威胁到呢啲咁美丽嘅海洋生命。相信大家都唔想佢哋喺地球上消失嘅，系咪？这个行程最后一站就是在2000年被联合国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首里城。这座国宝级的文物让我们了解更多琉球王国的文化，加深对冲绳历史的认识。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首里城了。首里城是什么呢？就是以前被琉球皇帝住的地方。我们这里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之一的。大家看到这里最大的呢就是这个正面，它是比以前琉球皇帝住的。而旁边这两栋分别介绍一下，右边就是日本使者住的地方，左边就是中国使者住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两个使者住的地方一起呢？就是因为以前冲绳是中国和日本之间交流的渠道，也是他们两个的中间点，所以就有两边的使者的存在。这里就是那个首里城，我们现在就去到每经过一个景点的时候就要吸一个人底。